很多的恐怖事件都通常都在我们这个旅馆发生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呢是来玩这个 Hotel Resume， 就是旅馆悔恨。旅馆跟悔恨有什么关联呢？我们直接去玩玩看就知道了。今天是8月2号吗？然后他写的是我不清楚，2点到3点之间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不知道。开始啦，他在慢慢打字吗？好，我们就给他慢慢打。臭鸡。好，那么我们进来到游戏里面，游戏里面是一个床上啊，我们半夜不睡觉就跑起来偷冒险啊。恐怖的主角通常都是这样死掉的。你好，都不能开门欸，我只能往前直走吗？好，我们往前直走到一个黑暗的转角处。欸，可以跑吗？这游戏不行欸，我觉得这壁灯的制作很好啊，好像模拟市民的一样。然后前面有一张纸条跟没有发亮的灯。哦， September 是我们的9月，9月17号呢，不要看懂比较好。OK， 这边门开了，开门就开门嘛，还碎掉那个灯又没发光的，还可以碎掉。你好，我来找客服人员，顺便偷窥你睡觉的音质。诶，没人哦。白纸哦，这是我今天的字迹就对了。 OK， 哦，我开衣柜了。 What the fuck， 衣柜是另外一个世界，你把这个当成什么电影啊？前面好黑暗哦。诶，没有回头路了。哎，好暗哦。哎，我还可以听到那个脚步声，就指我们还在里面，只是变成暗了。很好，我们就往前直走吧。灯在前面哦，我一直看着墙壁干嘛？哇，你就只会发光哎，我拿起来不就没灯了？我一个人被困在这个黑暗之中，那么最后他让你闭嘴。Holy shit！开灯就开灯嘛。你们觉得哪一边比较好？墙壁在往前走。怎么回事？那这边有什么东西？钥匙。亮，我拿到钥匙了，我要进这边吗？我有钥匙。等等，不要。靠北哦，我死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可能会面临死亡哦，我们要赶快拿钥匙开门，然后赶快进去，是这样没错吧？好，墙壁压过来了，墙壁，快点开。哦，开门了。怎么回事？是时候睡觉了吗？哇，就是你刚刚在哭泣的嘛。哇，24号，终于一切都安静了。完蛋了，一切都安静了，我不喜欢安静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开门出去吗？喂，不一样的世界了。哎呦，感觉它的天花板变得更加古老了，还是我的错觉，我也不知道。前面又是一张纸条啊，捡起来感觉两边的墙壁又会压过来吗？我来找你了，耶嘿嘿，你从哪里来啊？来，按幸福台跑。不对，跑这边。靠北，他说按幸福台来跑，我以为是跑离那个字体。靠，好耶，终于可以跑喽！怎么这声音感觉好像那个火车来袭一样啊？等等，我赶上最后一班车，我老婆在叫我等我，我要进去。哦，是电梯哦，原来不是列车哦。我去哪一楼啊？不能啊，我按了没屁用。哇！
660666哦，666，我住了这么多楼，我居然还没死，主角一定是在做梦吗？怎么还有火车？我不能离开吗？我们一定要出去吗？Holy shit！ 哦，结束了，靠！我还特别感谢他的小老鼠啊！为什么要特别感谢这个老鼠？然后不错啊，来一个温馨的，然后来一个惊吓的，然后直接把我游戏关掉。现在是很流行这种方法吗？好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结束哦。那么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帮我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么有任何意见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那么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